近还有去看琪琪吗？嗯，妈妈有。有。爸爸不太想。不太想。他不想。触景伤情。爸爸还是，怎么讲呢？他外面好像表现得坚强，可是他自己跟我讲说他。就有一天坐在他房间单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和想到二姐，他还是会眼泪会一直掉，他都偷偷掉，然后在房间我们两个就一起哭这样。因为他会想到那一幕，可能他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忘掉。余湘泉梦到了余彦琪了，和余天床边爆哭，像被割掉一块肉。资深艺人余天李亚平的女儿余彦琪今年8月10日不幸癌逝，让亲友悲痛万分。余天夫妇两人从追思会后鲜少公开露面，目前仍在悲伤中。余湘泉透露，有次和爸爸在房间聊天，两人想起了二姐，情绪一来还一起大哭。爸爸还是，怎么讲呢？他外面好像表现得坚强，可是他自己跟我讲说他，就有一天坐在他房间单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和想到二姐，他还是会。眼泪会掉，他都偷偷掉，然后在房间我们两个就一起哭这样。因为他会想到那一幕，可能他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忘掉，因为毕竟没有办法感受那个不一样嘛。我姐姐啊，她女儿，你知道自己生出来，她说她的心好像被割了一块肉掉，你知道吗？所以，然后都偷哭啊，妈妈情况变糟了，她的心情是。up and down, up and down, 就是时好时坏这样，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都不太好，辛苦，就还是有调试一点的，可是没有，还是没有到那么快，不可能那么快，我也没有啊，对，大家都没有啊，我也没有说真的。李亚平想到宝贝女儿多年来饱受病痛折磨，虽然余彦琪离苦得乐，不过做父母的来说，至今仍走不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余湘泉从小到大和二姐余彦琪感情最好，她也透露有次实在太想念她了，在 KTV 悲痛爆哭。有时候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跟像有一次我去朋友的生日，然后在唱歌嘛，然后我不太喝酒的，然后那天我就自己一直喝。他刚好那些朋友，那二姐的追思会他们都有去，然后我就举一杯说敬二姐，然后竟然在 KTV 爆哭了一个小时，是那种，就那种炸掉的那种，就是，对啊，因为真的太想他了，对啊，你应该也不太敢在爸妈面前放声大哭，让他们担心，对啊，在他面前我不会，对，外人面前我都通常都不太会。所以只能在你自己的好朋友的面前才可以这么那个好朋友不是一般我也不会，可是就是因为醉了，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家长他们就是都有去，你知道吗？刚好就是情绪就上来了，控制不了，真的控制不了。所以爸妈最近还有去看琪琪吗？妈妈有，爸爸不太想。触景伤情，妈妈是自己去看还是你带她去看？我带她去看啊。那你有因为这样子刻意把工作排得很满，就是希望可以慢慢转移那个，因为看你最近曝光量也蛮有啊，不是，反正我现在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嘛，然后照顾好爸妈，照顾好我们俩，有时间就陪那两个小孩子，对，再来就是工作，然后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去运动，基本上就是尽量把自己的时间都塞得比较满一点。